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要先做萝卜糕。哦，好。好，我先切哈，因为它这个的话，因为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，可能要先煎定型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把它的外皮煎得黄黄金金的就可以了。脆脆的，对。港式的，它是炒萝卜糕，对，就它是 XO 酱。XO。嗯。我今天不讲话了。不然我们今天都配合你啊。不要。我现在来做这个，不要 XO 酱好了。哎，像有些人啊，可能会想要再加一些虾米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其实都蛮可以。想要加什么就加什么。对，想要加什么加什么。嗯。好，我们让它吸收一下汁哈。好。然后等一下再来调味啊。有萝卜糕本身应该都会有一点咸度了。嗯。我来试试看。每天看你换衣服也好累啊。你根本没注意好吧？我们刚才在聊天室，然后聊天，然后那个妈妈就说，我以前都穿女仆装。她说，你以前都是女仆装？你有穿女仆装吗？我跟你主持了至少半年起跳，你竟然记不得我穿什么？不是太夸张了吧？不是你的女仆装跟我想象中的女仆装不一样。对啊，对，她想象中的是哺乳装。已经做完了第一道菜，那你取名它为什么？就 XO 酱炒萝卜糕。好，炒普通的名字。今天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来风好菜，我们下一拜见啦，拜拜。